大家好，我叫刘康林。我还记得我一开始接触吉他，应该是很喜欢张震岳吧？对，应该深受张震岳的影响。其实本身喜欢什么东西就是去追求的，对，我也没想太多啦。看你在弹吉他的时候真的很酷，对啊，也很想以后可以变成像你这样子。他有一头很屌的长发，对啊。说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享受。